来，我小讲啦哈，哎，妈妈，咱这眼的哈，那今天来给你超度哈，阿姨要给你讲两句啊，祝福的话哦，安尼啊，咱在家里孙啊，有些要遵循，要安那遵循去做哈，好，咱来请眼神来。王家的内外子孙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哦啊，这是咱的这个三清道祖坛。哦啊，咱的道教至尊，哦，咱的玉清圣境元始天尊，上清清净莲宝天尊，太清玄境道德天尊，以当阿亮平啊，咱的这个护法大将军。哦啊，今仔日佫邀请到吼，咱的这个第一殿、甲第五殿，哦，第五殿甲第十殿，而且严君爷。哦，咱个严君大人，哦啊，要来甲咱斗帮忙。哦，咱个即个黄妈老太夫人，就是变啊吼，哦爱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一路好行，啊一路好过，一路拢无阻碍。哦啊，杨氏来我子孙这么有诚心，这么有孝心。哦，咱黄妈老太夫人有孝个后生、新妇、查某囝、仔婿、查甫孙啊、查某孙啊、囝仔孙来我子孙修习啊一个功课。哦啊，伫只请到吼，咱个即个三清道祖。哦，下降现谈，哦，降临发挥，哦，啊来甲咱来，互咱这个子孙来尽着孝心，哦，啊来甲咱的子孙啊保庇，哦，啊来甲咱斗扶持，哦，啊来咱的道祖慈悲，神通广大，发力无边，哦，啊来甲咱庇佑着吼，咱黄家富，因做友好的子孙，互因当年大家事业发展，身体健康。哦，阖家平安，添丁添财，大家添福添寿。吼、哦，今仔日，吼、哦，咱的这个子孙，吼、哦，拢真有成就，啊嘛真有孝心。吼、哦，啊特别来这个道士大家，吼、哦，啊来甲咱做记录，吼、哦，啊来甲咱做宣传，吼、哦，啊来弘扬我们的道法，吼、哦，弘扬咱的道法，吼、哦，咱的这道法，吼、哦，会当安尼继续来。啊！利益众生，吼、哦、啊来度众生，吼、哦、啊来化解着吼、哦、咱众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心理上的所有的阻碍，吼、哦、啊，让咱的这个除了咱的佛家来外境生以外，道祖吼啊嘛会暗中来，吼、哦，把咱的这个吼、哦、所有咱的这个众生，啊，一旦咱的佛家来，把咱到啊暗中来到化解，吼、哦、啊，让咱的这个国家会当国泰民安。哦，啊，予咱即个子孙大家蓝天白云，六六千祥，哦，爱当安尼出外平安，哦，啊，事业风头大展，哦，啊，子孙够读册，哦，啊，子孙大家身体健康，是完全百里，哦，啊，再子孙大家上班做生意，步步高升，开店做头家，做头家娘，哦，开公司开工厂。啊，着好地头，得着好地位，风头大展出头天。哦，感谢咱黄家富，哦，再来我子孙的聘请，哦，对老师的这个信任，哦，啊，老师的尽量会来甲咱这个功德发挥，哦，啊，来甲修习圆满，哦，啊，互咱的这个道法，哦，会当继续来教养，哦，教养着咱众生，互咱的啊众生大家，哦，完成光彩，身体健康。哦，啊，大吉大利！哦，啊，感谢咱这个摄影师的这个记录，啊，感谢。感恩哦。来，妈妈，咱来感谢咱眼神哈，伊来今仔来给你超度，啊，你来保庇咱跩姐夫、阿姐，啊，来跩囝儿孙啊，大家当身体要健康哦嘿。来，妈妈，咱大家坐下来听道哦嘿。嘿嘿，有哦，好感恩。